蹲。好，好，再来一遍，来。调息。手起，左手起，右手起。好，再来一遍。我今天会讲的比较细哈，我要求你们把动作做到位。这两个手肘啊，要注意这个手啊，起来的时候你看，起，扬，过来翻到这边，掌心尽量往前翻，掌心尽量往前翻。后面的手下来的时候，后面的手到头上了，手指下来，从肩，后面的手从肩膀进来，跟到这个肘，跟到肘，你看这个手从翻出去，腰不可以转，正的腰朝前，胸朝前，手尽量过去。好，步啊，一动就一落，胯一落，手就起了，胯一落，手就起，手翻，开步，骑马步，出去，右手尽量往前送，手指尖尽量往前送。左手也是手指尖往前送，啊，尽量走远，哦，腰往前送，腰往左送，你看腰往左横移，腰往左横移，拉回来一点，横移出去，拉回来一点。两只手都要有张力了，出去拉回来，好，后手尽量贴，身子不要变，这个尽量走，手跟肩平，肩不要过来，这个尽量走远，跟肩平。手指往那边走，这个也走，做到胯。对，后肩尽量不要跑，手指尖走，手指尖走，方向。力行的后手还要走，手指尖不要跑掉，这个走。啊，再走远，哎，张力，这个肩，这样，肩的根呐、啊，肩是根，肩不要跑，肩不跑掉，这样走，力量不要在这边。去找手指尖，不要用这个力，去找手指尖，这个也是去找手指尖，肩膀不要跑，手指尖往前走，肩膀不要跑掉，啊，平的出去，那边远的，出来，好，来，脚并好，脚尖并拢，脚跟微开。好，来走，调息，走，转，手要转哦，
走，开骑马步出去。掌心朝后，苏伟掌接下来的，看，接下来的，有的人练到这边的时候，已经后脚的脚后跟起来了哈，这个地方啊，开始转胯，胯扣起来，胯扣，来，这个出去。右腿扣胯，扣胯，扣到脚尖朝你的左边，马步下去，你可以后脚跟先起来。扣胯，好，从这边开始，从胯哦，拧，回去，扣胯，拧。放，好，去做这个，先来看，我现在要你做的，从后胯这个大蟒翻身，啊，大蟒翻身这个翻，我要你做到这个出，扣胯。看好，坐到这边了，循线回去，扣起来，循线回去，放这个线回去，扣。启动再胯，转这个胯，然后到腰，到背，到肩，到肘，到手，然后放这个线，也是从胯放这个线出去，江北总，来就不行了。啊，来，两个是相交的，这边不对，手是这样出，这样出去，对，平的。对。好，胯扣，脚扣，回，不对，从胯走，往后坐，膝盖不要跑，对，走。你没有到腰，走，回去，从胯走，哎，从胯转，哎，慢慢来。一转过来就变成含肌步吗？没有含肌步，偏马步，哎。是整个转过来才收成。这个是对，你在这边转过来的时候啊。转过来的时候还是在这边，你看，还是一样，马步变成这样子而已，
当你慢慢慢慢慢慢慢转过来的时候，它才变成含基部。啊，来，通病哈，就是青龙反手，青龙反手，后脚扣过来要走，这个膝盖啊，这个膝盖不可以跑到这里来，不可以偏，膝盖跟脚尖要同方向。所以你要什么？你要用这个要用什么来维持到？用裆。你没有裆的时候，你没有裆，你一变就是这样子了。没有裆帮助你撑开，听不懂？所以这个的扣是在这个裆的条件下，吧？他不会跑，他不会变成这样子，所以你不可以成为这样子，晓得吗？八成这边，你转的时候是从胯转，你看膝盖不要跑掉，看不懂？所以你是从偏马步，这种我们叫做偏马步，偏马步后脚变成一个扣，然后从这边从胯开始，这个轴转到腰，然后拉回来，变成含基步。听不懂？来，去试试看。这个很累的哈。你不能用重心拉过去，你要用胯把它卷回去。不会，你摆定了就不要动了，然后就用胯卷。啊，一条腿酸了就换边。